相对来讲会比较平易近人，然后也比较让大家能够听得懂。那我觉得这是好的地方。那当然就看这个目的是怎样，如果是目的是教育大众，那这个是很不错的。对，好的，我们是12年开始嘛，那一开始是投资最早期大概种子钱 Pre-seed， 然后到后来我们 Seed 也有投，那我们去年开始融了第五轮基金，所以我们也投 A 轮。那当然主要投资是在北美之外，我们因为我现在人在台湾，我们也开始投资在这里的公司，所以我们也是在寻找跟网络跟 internet 相关的早期新创，那任何产业都会去看。那所以欢迎这个有这方面相关的团队呢都能够联系我。那我的 email 是 jerry@marker.com。这个是最好的联系方式。先看，然后拿到必要的资料，然后去做分析之后，我会看我们在美国的合伙人去做讨论。那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，那会有在几次的 meeting 我们就会做决定。那我们通常决定的这个时程，在这个拿到必要资料之后，大概2个礼拜到2个月之间，我们大概就可以。